今天晚上出来割割螃蟹，其他的不好做。有人在那边，赶快，赶快，赶快！哇，这个都没过，哦，这是什么？哦，空嘞！哇，在这六七十年代那时候，磨脸用的那格力油都是这一整开的。哎，好的，不要。好幸运，螃蟹，夹夹了又掉，夹了又掉。嘿嘿，来来来，来了，就这里，就这里，往这里出来。往这里出来，哇！你看，你看，现在它又缩进去，又缩进去，来了，来了，哎哎，来了，来了，哎，现在个石头给顶在那边，哇！出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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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哦，现在它也没力气，哦，你出来，出来，这边，这边，这边有水，洗也少，哦。你也休息一下，我也休息一下，拿个绳子哈。你休息一下，我休息一下，拿个绳子。哎，哦，我还有这个，蚂蟥啊！哦，哇，你看还不还是那么凶。哇，这个大，给湿的。没办法，没办法，浪费时间。怎么搞的啊？转一圈了都，就一个螃蟹。这里面你看，给推了一堆泥巴出来。哦，现在有了，来来来来来来。哇，这个还挺大的，看起圆鼓鼓的。哎，来来来来来，来来来，好好好好，你看。这鬼呀，都是泥巴！哇，这鬼呀，都是泥巴！哇，这个是母的，快快快！这上面有海里，我本来想放那里摆，不行的，那个柴化掉了不好，柴化了都是钱呢。哇，再看看看看会不会？这个时候抓母的不一定是红母，你看一下，是红母就值大钱了，不是红母那就不值钱了。我就上不去，去还这里下去，下面好多，这太滑了，也不敢跳下去，可能有螃蟹里面，我这个。挂这里不好弄，这地方又太那个。哇！真的一下子来，要不然等下会断。哦哦，又缩进去，又缩进去了。来来来，这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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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，那边那个洞好抓，那个洞好抓。哦，现在好抓了哈！哇、哦，你看，哇、哦，这没办法，那是铁的，你打不过它了。哎呦喂，看去挺老的，不一定说老了就是大，有的时候这个绑不进去，先随便绑一下，然后第二圈的时候用力给它撑紧了，要不然它会夹。第一圈的时候没办法，第二圈的肯定有办法。长短都没事，可以接长的，也可以剪短的，反正说留一点好看一点，留太多了，等一下人家讲你都是绳子，啊，就是这一种洞最好，它又是难抓，这边还有一个小坑，可渴的时候可以喝水，看去就知道是三只，那个小小的给放那边了，螺倒是有一点。三只都是大的，这一只更大一点，七八两。可以，这个不会胖的，不会重，要不然这个挺大的，可能都有一斤，都不会胖。看去有点白白的，
哎，三子，回去回去。